Hello， 欢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。今日咧就系唔使戴口罩做运动之后嘅第一次踢波啊，我咁所以都好享受嗰种喺球场里面自由奔放嘅感觉。再加上今日就喺呢个靓场啦，九龙湾公园嘅七人场，好开心！大家都有睇我之前去 Now TV 嗰个广播，睇我广播讲得多啫，睇我踢波真系冇试过啦啩。但其实呢件事系好劳师动众嘅，因为咧就要特登叫个朋友咧喺佢唔使踢嘅时候咧帮我揸机。幫我影下我球場上面嘅動作，咁但好多時候咧都係喺個場度踱步啦，掂唔到一兩個波，同埋仲要咁遠，我喺中場中間咧，其實係好難影嘅。睇咗我講波咁多次，都冇試過睇我踢波，不如就試下拍下踢波啦。所以話咧，踢波都做 YouTuber 添，哇！從全嘅起點對唔住，即係做 YouTuber 都要踢波都要拍片啊嘛。嗱，摸一摸住。嗱，你等下先，你唔好射我住，等等先，拍埋呢个片先，多声部机都要消射啊！我尽量配合啊，尽量配合。唔系开笑啫，热下身先啊！开波之前一定要跑翻两个圈先，如果唔系咧，好容易抽筋嘅。咁你快啲跑啦 ！OK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換出嚟之後咧，定係飲水啊成啊咁，咁但係拍啲真實啲嘢俾大家睇。踢波另一個最悶嘅位置，守籠。如果對方唔係成日攻到埋嚟，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得個企字。但係就算攻到埋嚟，又未必射得中個籠。所以其實做龍門係真係會猜輸先做。但係你見到佢嘅裝備，你睇下，完全係一個龍門嘅充分嘅裝備，所以佢係真正嘅熱愛。阿春，守龙闷唔闷啊？话唔闷啊！咁我今日嚟踢波，当然就要叫埋曼联球王朱瑞杰，睇下佢，好对镜头非常敏感嘅呢个球员啊，球星一样啊，仲要拨拨头发 ，feel 到佢 rating 系几多？跑步方面咧，应该系得19嘅咋，同个人差唔多。你见到啦，佢喺球场里面嘅位置系自由人啊。头先明明喺右闸位出现，而家已经去咗左边啦。你睇埋呢个攻势先。撳埋中間地波其實靚啊，但可惜後傳冇人到啊。當然踢波仲有我好朋友同埋我嘅攝影師 TT 董敬文，佢嘅偶像係曼聯嘅麥佳亞，所以你見到佢係用眼神嚟防守噶。睇下佢指揮住隊友，睇下佢呢個落腳會點啦，包埋去嗰邊，做得個好正宗啊！佢將隻手咧係擺喺後面以防手球噶。好 ，keeper 終於有嘢做啦。哇！准啊！哦，嗱，你睇下，又射出界啦，龙门又系执波啦。可以同大家讲下咧，呢个系九龙湾公园嘅七人场啦。不过呢个七人场，如果你踢波嘅，你都知道咧系超级大嘅，即系踢九个人其实都可以。讲紧系十年前到咧，呢个场系龙地一样，系沙地一样，嗰啲黑色嗰啲沙咧，唔知道你以为去咗黑沙环啊？即係澳門嗰個咧，你有冇去過喎？好好啦，近呢一兩年就翻新咗。我個人認為其實翻新嘅話係仲有好多球場係需要嗱嗱臨翻新，即係譬如蒲崗村啊嗰啲咧，之前已經淘街啦，咁啊而家都翻新咗，但係嗰個速度係遠遠跟唔上嘅。我覺得喺之前疫情停咗咁耐咧，翻啲球場都冇人踢，其實係可以試下翻新。就算呢場其實係都有得保養，其實點都可以係即係揾啲工人幫手咧，就係拍下啲草地啊等等咧，即係等佢可以踢得耐啲啊。咁啊對大家都好嘛。呢個球場如果係波友嘅話咧，你都知道咧係。特別靚嘅，所以啲炒價都係特別貴嘅。咁啊，同大家睇埋裝備啦。如果唔係睇一啲比賽咧，其實基本上我都係著短襪噶啦。咁但係短襪當然咧就攝唔到 pad 落去。咁但係其實好多球員都係覺得攝 pad 都係好唔舒服，都只係友誼賽，我亦都係冇著 pad 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踢波係一定有損傷嘅。你睇頭先即係落咗地一下就已經係刮損咗啦，呢度呢個就唔關係嘅，掹爛拗損咗啫。呢對咧就係陪伴咗我兩三年嘅波撥啦，我自己咧就唔中意啲顏色太過鮮豔嘅波撥嘅，所以就揀一對黑色啦。落雨踢波嘅第一個好處就係踢完之後個波咧特別乾淨，本身嘅波咧其實係白色嘅，唔係本身呢波其實是黑色，但係踢完之後已經變咗白色。訪問一下人稱九龍灣麥佳亞嘅係 TT 嘅，點你覺得今日表現如何？
我覺得如果我唔好廢話，唔係平時踢，我自己俾九十分嘅嘢啦，永遠有十分進步空間嘅。OK， 喂，其實講真啦，我踢成了。你幾耐冇踢波啊？三個月到咯。算係咁啦。都唔止係至三年冇踢啊。OK 啊 ，OK 啊。我覺得你有一樣嘢 keep 得好咯，係嘛？係啊，就係鬧人。即係好舒唔舒服？鬧得舒唔舒服？聽嗰個舒服，好彩我冇俾你鬧喎，所以我感覺良好。但我見你今日都冇乜講嘢喎，點解嘅？太耐冇踢波嘅，留翻啲嚟踢波，因為我中意係踢波，唔係講嘢。OK， 喂，當然仲要訪問埋另一位球星啦，對鏡頭非常之敏感嘅係朱世傑嘅。喂，點樣？你想問咩？踢成點啊？今日有位明星，啲波底幾好，我係嚟睇佢踢波。出面唔知道，我自己覺得挺好。認真真想問的，你是不是踢自由人？我見你剛才在右閘拿完球之後隨即已經離開左邊，其實你真正踢的位置在哪裡？因為我還在停留在小學生那個見球學追。這麼想踢球啊？是啊，因為始終都起碼三四個月就沒踢過球，本身都不是很行的，動回之後發現自己真的不行。 你一跑的時候有沒有那些抖一抖一下抖一抖一抖的感覺？你說哪個位置？ 你都應該有的。喂，不是你手那麼多的，好飛喎！你淨係睇翻，睇翻面就知啦。如果你仲用一張舊嘅相，即係之前同你拍嗰個遊戲嗰個片咧，你對比翻，你剪少落去啦。按揭，按揭。咁你覺得我踢成點？通常咧，某啲雜誌咧，對於足球嗰個譬如能力咧，佢唔係寫話射球啊、盤扭啊嗰啲嘅。即係譬如如果我寫本雜誌啊，樣貌。99分，體型99分，我好似人哋咁吹就我繼續啦。你中意啊？我攞一段俾你拎翻屋企慢慢播啊。球技，唔係空咗嗰格，空咗冇人填啊。Anyway， 總結一下自己表現，出一身汗，拜。